这五年，金城、滨城双城格局积极构建，我们破译发展的密码，实施一加十行动计划，打造天津智港。我们厚植创新创业的沃土，在金沽大地扎根的是智能产业的标志性项目，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产业链条完善，带动产业集聚。